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波、啊。我欢迎恁所在乡亲的朋友，各位小朋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有安小宝老师噶宝妹在家为你服务。坐在后面、坐不后面不清楚、不了解，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零一。好，马上来看吼，网络一个问题。 老师，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吼，这个柯玉清哦，也题目有点多、哦。伊想要请教阿宝老师的问题是有关即个左旋氨基酸，毋是植物才会当吸收哦，说吗？不是植物才可以吸的，安尼为什物专家会讲吼？伫在热天呢，根膨蛋白？ 少喷呢，会加速死亡。可是讲，不是说它不可以吸吗？怎么又会因为这样子会死亡？然后呢，生片呢，成分有色氨酸、那个谷胱胺肽三种的氨基酸合成的一种生态。今年呢，诶，每一个产区拢有即个黄尾病，要也熬仔较粉，还是枯头石灰钓一种会较适合。 你刚刚讲的即个 I A A N A A 细胞分裂素，啊，个西多体林，另外有米索哦，上面有什物款的个差异，啊，个有伊的作用机制。另外芸苔素哦，芸苔素伊的个作用机制又个是虾物？包括呢异化散热因子。 又果是啥物物件，抗寒、抗旱，吼、哦，算抗花是吼，抗寒也是抗病、抗糖，这物件敢有遮尔啊神奇？热天高温吼，中华十月中，进前嘛拢三十外度，这物件敢有适合来做吼使、哦、用？抑、啊、搁有即种脂类型、陈蜡脂，是毋是会影响着咱做袂者吼呼吸作用？好，内声好、嗯哦，反正就一堆，好，是你自己。 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反而回到台湾。我咧怀疑，可能我手机啊，这个手机用量已经用完了哈，所以看不到吗？呃，对，嗯，看不到题目，那那拍不出来呗，开不出来。那如果让你拍给你看呢，看得到吗？你怎么拍给我，我就收不到了。你哦，你手机看不到哦。哎呀，对了，所以不要紧哈，这个嗯，那一个一个来，我说。 一个来，一项一项来，然后即个有关即个左旋吼，即种物件，即物件，即、這、氨、個、基酸是这样的吼，就是讲咱伫即个氨基酸咧用的时阵，好，就是这这一类的东西哈，大概呃，咱第一先知影啥物是氨基酸吼，氨<對>基酸就是即个蛋白质哈，蛋白质去个分解哈，分解的时阵变做小分子蛋白质。 啊，哦、那么这蛋白质的，为蛋白质的这来源哈，并公一颗零的是植物蛋白、动物蛋白哈、哦，这物它比组成会有一点点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并公一单这类动物蛋白来讲呢，啊，含硫的这成分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动物蛋白有时候会比植物蛋白臭的要死哦，这物件啊，这种有一种特别的这种臭味哈、哦，这个这個特别的臭味就是硫的这类问题，所以。 呃，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应用，吼、哦，这啊，当然当然会有不一样。啊，咱伫这个农业栽培上来，对，咱咧用的吼，比如讲像咱玉米树，吼、哦，以这是玉米的胚芽，所以这植物蛋白。那么咱咧用的这个，这个叫做吊青，吼、哦，吊青是这个啊、呃，这种木树，吼、哦，木树，紫花木树嘛，哈、哦，紫花木树，对吧？ 哦，紫花苜蓿。那么紫花苜蓿是啥物嘢啊？一种牧草，也是这植物蛋白。哦，那么你较看咱真侪，吼，就种种东西。然后还有一种，这类，但是一最好东是爱分解症氨基酸啊，就是讲也来源哦。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N 九，N 九这个就比较复杂哦，这些德国诶这类有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胶原蛋白哦，所以它是。 既然会谈到这个特殊，而且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一般来讲，应该是有动物的这个成分哈、喔。这啊，确实是人德国嘛，佮你讲这是有個这这個啊来源上确实是有动物的这个成分，所以应该是属这个啊这个原料的生动物蛋白。哦，啊，咱在用的这个物件来的除了植物蛋白以外，动物蛋白，动物蛋白来的是只花这个肉骨粉，这种最直接的是蛋白质。 那么各有一部分著是虾米物件，像鱼精啦、吼鱼吼，即有为啊，伊无、哦啊、发酵、吼、哦、无发酵，迄种物件著叫做鱼膏、哦、啊。吼、啊，这贵的鱼啊，加加加啊，南一寡防腐剂啊，即个物件落咧涂骹底搞下有效啊。即通常著是即、這个啊，比如讲像一寡国家因做即个罐头做虾米吼，这有即鱼啊，这腹内嘛，即处理掉吼，即个物件。 啊！你做污水，你若无甲伊处理排掉，叫做污水；你若处理有好势叫做叫做鱼蛋白。哦，这种，这个是看你的一个这种甲解变废为宝的这个哈、哦，这种作用哈、哦。所以，这都有植物蛋白加动物蛋白啊。但是不管哪，这种无啥要紧哈。那、哦、么，但是伊这个过程就是讲，植物是没办法直接利用蛋白质啊。哦 所以，伊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去啊，这个发酵吼。啊，发酵靠什么物件？吼，发酵应该有诶，讲要靠大分子小、小小分子化，伊都两个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利用强酸、强碱、高高温吼、哦，这种物件去裂解吼，去裂解蛋白质、哦。啊，这个这个过程呢，这个裂解这个过程吼、哦，这种蛋白质裂解这个过程，伊会产生很多。 啊，即、這个非天然的即个物件吼，等你讲的即左旋右旋，右旋的是伫即个时阵三星的啦，吼、哦。那么一般伫即个植物内底，在植物里面，那你怎样讲伊啊？伊无都直接利用蛋白质，但是小分子，因为蛋白个裂解的是个大分子的蛋白质变作小分子的即、這个啊蛋白质，然后再变成啊。 多肽，多肽就是一根作少呀，就是氨基酸的这個结构作少，然后一直到最后，多肽以后的变双肽，双肽就是两诶啊，两到三个氨基酸去结合诶，好、哦、去结合的这物件，那最后變這个变作氨基酸安尼，好、啊，这上面胱氨酸、谷氨酸啊，这个半胱氨酸，好、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这个这个规定，好、哦，所以呢。 啊，即款呢一个啊，即、呃這个整个即个处理嘅即个过程，啊，即、這个处理嘅过程，你伊嘅一个啊、呃，你用嘅一种无共款吼，并如讲你用嘅即个方法无共款嘅时阵呢，有可能即个表现都无共安尼啦，吼，哦，你、哦、所以为什么阿不好意思强调讲爱用即种吼，咱、哦、咧用嘅时阵呢，那、呃、大概吼、哦，大概呢都是，那是伫国外吼、哦，买叫做生物刺激剂嘅即个物件呢，啊，多数。 因为伊这伊即个物件买哦，所谓生物刺激剂的、就是讲，伊会当啊像作物直接有法度吸收利用，还有类似荷蒙的即个功功能吼，所以一点点啊物件呢啊，伊都真好诶，这这效果安尼吼，所以即点你要知影吼，所以所以伊一点着足重要。 哦，它也强酸强碱就容易产生右旋的这些物件，右右旋的这类物件，这种对于这类植物来讲，哈，就是讲伊无法都利用，好、哦，它就没有办法利用，这差别就是在这里而已，好、哦，大概大概是这个啊，最大的这个差别是伫这家家，好、哦，所以它的差别就是在这边、哦，啊，所以但是这个物件虽然植物无啊都利用，但是这微生物很厉害。 伊个有法度甲伊甲伊分解掉，吼，甲伊分解掉，所以即个氨基酸伊的变做是一个反效型的即个氮肥，哦，做不无法度直接吸收利用，所以你你灌浆在即个氨基酸的时阵，够你你个物件若是有植物有办法去吸收利用，呃，它当然是有很不错诶，一个即个效果嘛，吼、就是這個，是讲伊啊，即个确实有即款诶即效果嘛，是毋是？嗯 哦，伊都即个效果的咧吼即个物件是安尼吼，那么所谓有迄个好果的，是讲伊的伊得变做直接有法度吸收，啊，有法度吸收呢，伊得会当直接去利用它嘛，会当直接去利用啊，即、这个即、这个成分啊，即、这个速度呢，吼、哦、的啊，即、这个诶、欸、就比较容易吼、哦，比较比较容易呢。啊，比如讲你伊的变做就是半成品嘛。 啊、哦，所以伊就直接吸收利用，所以为什么伊会当啥物抗寒啊？吼，啥物款啊，即、這个效果呢，拢会当出来。这原因就是伫即个所在，就是讲迄是一个半成品。哦，以免个个即个微氨基酸，然后啊是讲微即个氮肥啊，氮肥料伊即嘛啊变氨，吼、哦，即、這个变硝态氮，硝态氮伊即嘛个组合变作氨基酸，吼、哦，伫植物体内，以免即个过程，伊直接的话都吸收，所以。 呃，氨基酸也当去修复哈、哦，这个当下也当直接去修复个这个这个啊，这个好个哈，这个原因是这即个所在。 哦，所以啊，即个效果你都看得出来哦。所以，那么在夏天的时候，你改一一点热浪温度足高呢吼，你用的这物件用足济啊，用足济啊，迄个物件唔在是真诶氨基酸，而是假这氨基酸哦。等于讲，伊这物件是毋是植物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那无都消化吸收利用诶时阵啊，伊诶即个蛋白质含量又很高哦。比如讲鱼骨。 咁啊，这种物件你讲下来，伫这个产地的时阵，伊咧发干的速度会足紧的吼，这高速发酵。那么高速发酵的时阵，伊会产生高热，啊，一个伫高温的这这情形之下，那么你用这种物件佫用真济，所以有可能会对反而产生反效果。所以，但是这是。 伊是无法度吸收诶，姐姐很迄个伊个情形之下，而而且你用诶可能啊，所谓氨基酸伊毋是伊去测诶时阵吼，它不是完全诶一个即种游离性诶吼，伊可能抑个是作在啊没有被分解出来啦是安怎？啊你若是纯粹是游离性诶姐姐氨基酸就、啊啊，就是讲已经变做小分子吼，你用较侪应该是啊影响不会特别大，只是讲。 有咧用的讲，嗯，啊，这白白即个玉米树啊，差价侪，啊，原因是因为伊的无共款的，一个制程。虽然你嘛是用玉米胚芽去发酵，但是伊的前制成有可能都是高温去啊去裂解，吼、哦，啊是讲因为先互伊煮互锅去安尼，然后即用高温去裂解，啊是讲伊特别是利用即个强酸强碱去强酸去。 啊，去破坏伊个即个蛋白质的结构吼，喔、然后佮用碱去调、啊、的，哎，伊蛋白质结构破坏，伊都可能的强酸强碱即个经营之下，也变作有即个诱选的即个物件出来，伊植物就比较不容易直接消化吸收利用哈。即、喔、到目前为止，咱所了解的是即款的这即经营，所以啊，氨、呃、基酸咧用的时阵，你还是要慎选啦吼，对讲的咱。就是 啊，植物内底，咱咧用嘅时阵吼，你一定爱去慎选即种氨基酸嘅一个、一个啊、一个类型吼。所以这物件是安尼吼。那么一般咱哋即个氨基酸吼，大概推广你啊读生化，它大概会去分成几个啦吼，就是啊比较不同嘅即种、一种类型，然后并讲极性吼，就是讲。 啊，以及嘞，即嘞有带急性。所谓急性，就是也电荷是偏向某一边，哈，它不带电，但是电荷呢会偏向某一边去中同性，即系急性啊。啊，譬如讲水 H2O 哈，即、啊、种呢水就有急性啊，所以即种耐可铝收耐可，所以啊，即种有急性的这些敏感，它就比较容易溶在水里面。 好，哦、所以这类啊，但是有有为急性，但是伊的这个电荷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有为容易溶于水。吼，这个啊，并讲伊急性，吼啊，但是呢，伊啊比这个非急性诶，这个氨基酸就更容易溶于水。所以你注意甲看，咱咧用诶这个氨基酸内底，吼，通常拢是一个啊比较属于这个更容易溶于水这种物件，吼，并讲。 啊，甘氨酸呐、啊哦，半胱氨酸，吼、哦，天门冬氨酸、哦，啊，这种这类、个、这个酪氨酸，哈、哦，那么另外几挂这个色氨酸、腐氨酸这类呢，它就啊、呃、这一类、哦，吼，它比较有极性，啊、哦，但是呢，啊，它有时候比较溶溶解会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咱得进来对那里去加一挂物件，吼，以增加伊的溶解度，哈，同伊同 啊，会去用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类方法。那什么方法？用自然的这类方法，其实就是给他一个啊，一个带电的一些团啊、哦，那这种带电的团是什么呢？通常就是给他的时候，以这类啊，比工讲这类叫做咳咳嗯，类似多糖的这种，还是工像这类藻酸哈、哦，这种一些物然后氨基酸就能够。 啊，比较容易溶在水里面哦，这这是一个制造啊，这这技术了哈，所以啊，这是稍微聊一聊哈，我、哦、讲啊，你给他讲个要创啥？哈、哦，无啦，无要创啥，即只是不啊，跟你讲啊，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眉眉角角哈，所以唔是讲啊，这眉眉角角我那真济，所以唔是讲凊彩啊，即安怎的有之类样哈，那么真济人讲啊，这个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这個。 我搁伫遐修正，啊无必要去修正吼，即甚至呢，各有人解讲含七十二种氨基酸，吼，啊不好听者啥物变过吼，这个颠覆我的知识吼，可能阮读嘅册无共本吼，即七十二种氨基酸，吼，即有诶较保守讲三十二种氨基酸，哦，即、啊哦這個、我搁、哦哦哦、较紧诶呢，较、哦、紧，搁去问阮即个生化老师讲啊，三十二种氨基酸是安怎来？讲有哦，有可能哦，伊阿尔法结构、贝塔结构。 啊，即个许伊拢改算一种安尼可能有，啊，这代表這代表那是虾呢，就是代表虾米？代表伊应该是，加迄个左旋右旋拢不是算成一种，算两种，所以也出现三十几种的这氨基酸哦。所以别在讲笑，人因定义无同款，但是啊，对我来讲哈，对咱来讲，这个有有超过二十种的这这氨基酸呢，就代表它有可能。 啊，呃、就是非自然的这种结结氨基酸，哈，所以啊，大概是这个这个道理啦，哈，所以那么你还怎样哈？这氨基酸虽然植物没办法，有些有些挂植物不要多直接利用，但是伊里投用来对微生物也是很喜欢它嘛，哈，啊，伊是这个氮的来源，所以它也是会去分解它，好，这個。 啊，去解即个分解吼，即、哦這个啊，即、這个分解它吼，啊分解它时阵去甲分解掉，分解掉的时阵，就把这些分解掉，也变作氮肥嘛，变硝态氮啊，做法这部分话都来解即吸收利用吼，即、哦這個、啊，简单来讲是即款的即个即、這个啊，即、這个情形啦吼、哦，所以呢，即、這個、一般呐是伫咱的即个遐哈啊，就很容易哈，经、哦。真 诶，伊会、欸、比一般诶即种氮肥还要好哦。因为咱氮肥，比如讲像即、這个啊，硝态氮哦，落来哦，啊，不啊，哦哦、爺爺有啥物叫你落足少？就是讲伊落来有食着、啊，有食着无食着，就漏掉去。啊啊，铵态氮落来，伊有诶有食着，有诶无食到，土壤固消化解固定掉咧。但是伊迄个乙烯酯诶有关哦，所以一好就无两好。那么氨基酸即种物件，伊通常不会伊。 不会，因毋是离子化这物件，所以伊袂增加土壤内底一个、這個、一些啊乙烯子的这个变化。所以你讲黑蕊啊，伊啊无乙烯子，吼、哦，适当的量，然后像这当然袂使。那么伊虽然少不不多吸收利用，但是伊慢慢分解啊，所以也变成一个缓效性的这氮肥。哦，而、啊、且做不需要氮肥是，逐工拢爱，只要有一個头伊就要氮肥。 哦，所以为什么黑料也会长得比较好、哦？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啊，夏天当然，啊，立拿起不渡热的时阵就有可能哈、哦，有可能呢就会啊，比如讲你黑是、啊、分解相对头多，那么有可能就会去，哈、哦，之、這、类、個、啊去烧掉还是什么款？哈、哦，这个大概会我、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所以这是第一，吼、哦，是你要稍怎样影到这款的之个之、這个。 啊，即个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即个，让咱啊听众朋友吼，即、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先安尼来做解即个,个回答哈。啊嗯、<哼>那么第二个是即、这个诶、呃，有关就是讲咱常常咧讲即诶，这些啊、呃、荷尔蒙类一个即个物件吼，即、啊这个、荷尔蒙大概咱通常就是讲会去分啊，吼，分就是即个生长素类、恶醇哈、恶醇就对，也即物件。 那么这种生长素类，I，这类 IAA，IAA 叫做呃，这类、個、IAA 哈，那么它是一个天然的，好等工讲，就是、說自然界来的有这个东西，但是这种开也当叫做荷尔蒙，植物荷尔蒙，啊。 那么，如果吼、哦，如果呢，那是咱，但是咱人吼加厉害吼，就去啊，去改合成吼，就讲类似吼，类似这个许个这个功能然吼。啊，但是呢，啊，伊毋是吼，伊毋是这个天然的，那么这种呢叫做合成的这个。 啊，即、哦、种叫做生长，伊一点点啊，伊对生长吼，因为咱去仿照伊自然的这物件，所以啊，伊是一点点啊，伊就去影响着作物的这这个生长吼。所以呢，啊，伊通常都是啊叫做生长调节剂吼，这一般来讲是安尼，所以咱咧讲诶荷蒙荷蒙吼，荷鲁蒙荷鲁蒙吼、哦，这是当然是等大家拢扯嘴吼，但是呢，一般来讲这个荷鲁蒙。 指的是天然的东西，吼、哦，伫即个言语学来底，伫我咧读，咱咧读嘅时阵，在科学上、這個，吼、呃，讲即个啊荷蒙的时阵是非常精准的，就是讲以天然的即个物件开当叫做核氯泵、哦，天然的即个物件。 那么，这来对的 IAA，好、哦，这个吲哚乙酸，好、哦，吲哚，好、哦，这些物件。那么 IAA，好、哦，这吲、個、哚乙酸啊，这些物件都是这个天然的，好、哦。那么这个物件为对来，植物会家己做不的家己的这个合成，伊合成的这个诶，伊、欸、会去合成这种的这物件，通常是第伊个根，哦，从它的根的地方来，哦，根部会合成这个啊，这个 IAA，好、哦，所以大概是啊，这款的这個、这个道理。 那么刷得起哈，刷得起呢？咱人工合成的都有一个 I B A 哈、哦。那么 I B A I B A 是啥物物件？I B A 叫做吲哚丁酸哈。阿、哦、弟、啊、就听，哎、欸，这个好像一个乙酸，一个丁酸对吧？啊，但、就是伊个酸哈、哦，不要款乙酸就是带两个碳的哈、哦，丁的话就带四个碳哈、哦，加乙丙丁哈、哦。所以咱国中的化学有他鬼哈。啊，至于怎么样，你大概知样迄个概念的呵？喂，有听到老师你讲？ 啊啊、哦，那么喺即个过程以即个 IBA 就是叫做云朵丁酸，但是伊有即个效果哦，唔是冇效果，但是伊伊唔是天然的哦。啊，所以你佢用喺植物体内内底时阵，哈、哦，咁啊，为什咪？咱你讲即个生长调节剂未使乌白用，未使用伤多，因为你啲佢刺激嘛，那么你用耐料，佢做乜呢？就即个物件就无法多，因为你啊，像 IAA，嗬，伊伊要爱嘅时阵也形成。 那么无需要的时阵，有法多解代谢掉，他会把它分解掉。这不也有这个，还是讲已经三升三升啊，三升伤济啊，啊，这个量伊家己都法多控制了来，也会把它抑制下来，哦，啊，解分解掉，就未佫继续升。首先，伊未佫继续三升，然后伊会解抑制这个量落来，哦，这个过程都一个自然的这个调控，这不有法多去控制。 但是这个 i B a 是人工合成的引导丁酸，你甲用落的时阵，伊同款的开根哦，同款的不定根产生哦，含 IAA 是同款的哦。那么这个物件呢，啊，伊就无法度代谢掉，所以这个物件的存，也是讲伊代谢迄个速度较慢的吼，伊唔是正常的这個路径，所以迄个胃也去甲降掉嘞，降掉的时阵，伊就戆戆，伊就无法度去调节伊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平衡，就是安尼。所以这个。 人工合成的这个物件吼，伊通常不用讲像这个啊，咱伫细胞分类素内底上上济嘛吼，或细胞会当较济较大粒这种的吼啊，咱咧用的这个辅分数，咱真侪人拢咧笑讲啊，哎，大陆的西瓜袂价值，其实咱台湾咱这个大陆的西瓜袂价值，拢全 K T 三零，但是足侪好朋友你唔知影，咱台湾 K T 三零是一个合法的这个生长调节剂啊。 啊，的哥精的是 KT 三零、哦、啊，这唔通常常第一呢，有时候就讲了这个吼，啊，这听听就好啊，吼、哦，这不唔免甲上面一个任何一个人甲妖魔化吼、哦，这无必要，无、哦、必要去甲什么人妖魔化，啊，你也免甲认为讲他好像就无所不能，哦，并讲你也免认为不就搞诶。 啊，我嘛，我系缺缺点，我嘛，我系优点，人就是安尼，即、這个世界存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唔通家妖魔化，所以即个 K D 三零即种物件，即即道理的含 I A A 含即 I B A 是共款咧。 哦，所以咱天天即个、即、即两类是无同款的物件。那么讲咱咧讲的即个恶性之类嘅即个物件，是就是 I A A、I A A 是天然的，对吧？人工合成嘅来对到 I B A 叫吲哚丁酸，够一个叫做 N A A 耐乙酸啊，啊够一个因啊改做做钠盐。为虾米做钠盐的？就讲伊其中只个氢离子用钠去取代，伊就较容易溶于水啊。即种呢叫做耐乙酸钠。 哦，耐乙酸钠 （NAA） 哦，所以一般咱咧用多少拢会用耐乙酸钠，较好用在水底啊，毋、呃、免用用即、這个啊，即、呃這个酒精，毋免用即个碱去去溶解哦，这种咧即通常是耐乙酸钠哦，这种物件啊，但是即个就容易溶于水哦，啊，即作用是共款哦，所以啊，即嘛是人工合成嘅哦，所以伫这类的一个這个 o 类、哦、之类恶 n 哈生长调节类。 啊，生长素，哈、哦，激类耶呢，即、这个恶选激类耶哈、哦。那么一通常是有即个天然的叫 IAA，哈、哦，那么人工合成的有 NAA，哈、哦，即、这个耐乙酸，哈、哦，耐乙酸钠，然后够即个就是即个 IBA，哈、哦、，IBA，哈，吲哚、哦、丁酸，哈、哦，啊，这物件，啊，这其实还蛮好用的啦，哈、哦，比如讲啊、呃，你咧插即个木质，看木质化的即个即个物件，哈、哦，比如讲就玫瑰啦，比如讲姜啦，芭拉啦。 哦，车间呐、啊，吼，即个伊个伊迄有的擦，有诶无好擦。你若用，你若用 IA, I A I A 足贵的吼，天然的天然的上好，吼，咱咱伫伫即荷尔蒙内底都是安尼天然的上好，足贵的吼，都是很贵的。那么这物件呢，就比较不容易去使用，小贵，对吧？所以咱用 N A A 来改这个取代，啊，你用 N A A 呢，你贵金，哦，啊，用即、這个。 啊，即、这个 I B A 啊，即两项介联做伙时阵，伊效果都结足好，比你单独用 N A A 效果较好。啊，有诶讲啊，我感觉要调个吼，有人用 N A A 调个，调伊也有一个单位结果即个效果嘛，吼、哦。那么用即个物件去调个啊，可能效果未歹，对，效果未歹，但是伊有一个足大即个问题啦，吼、哦，就讲 I B A 啊，伫即内底伊都无法度去取代着伊诶即个效果安尼，吼、哦，所以。 啊，即当然，你若有兴趣，你著去啊买册来看吼。即、哦、部、即即即部分诶，即个物件，都是早早在啊，即、这个从朱元璋、二、哦、轮啊时阵就有啊。你看，即码要偌久的姐姐时间的姐姐研究吼、哦，所以。 啊，这都唔是啥咪啥咪秘密啦，吼、哦，这就唔是啥咪秘密，尤其啊、呃，中国大陆最爱用这只物件，吼、哦，最爱用这一类的东西，吼、哦，所以因这方面嘅册做贼，吼、哦，非常嘅这个贼，吼、哦，甚至有人免钱，吼、哦，因为公司咧做这物件，做这个啊生长调节剂，所以会因车杀人呵呵，很厉害，哈、哦。好，这是这类叫做。 啊，生长叫做 oxygen 哈、哦，叫生长素类哈、哦，因为阿波啊，为什么一直讲迄个 au oxygen oxygen 这个東西因为你讲生长素的时候多人会讲吼，伊、哦 也把这生长素含之个啊的所有的这种之个生长调节剂，伊弄的改叫做生中素，这个是不对的哈、哦。这些生长调节剂是一个大的范围啊，所有的这种以，但对这部三型的啊，一点点的微量就能产生很大作用的这种啊，你不然侬改叫生长调节剂。生长调节剂来对，只有天然的才能叫做荷蒙。 只有天然的才叫做荷尔蒙，其他都叫生长调节剂啊啊，这类物件是安尼啊。这里你这一类，这类，第一功能得分啊，有这个对生长有比较明显促进作用啊，这个叫做 auxin 啊。因为这一类啊，这些物件叫咱呃中文翻译一个生长素，有一类叫做 GA 三啊，勃激素这一类啊，勃激素 GA 为什为什么强调三？因为也 啊，咱人工的合成的时菌，还有自然界里面好像不是只有一种 GA 吼、哦，它可能有很多吼、哦、结构，即点下无讲款。所以你看到有看一滴 GA 三、GA 四、哦、GA 七、GA 四加七啊，即种啊，即个混合的这物、個、件，即、這個、三星吼、哦，这個、大概是有几多页一个即、這个啊，即种差异吼、哦，所以最好你要怎样者吼。好，那么刷落去这一类已经讲刷。 够几类吼，够一類呢，叫做细胞分类数吼，细胞分裂素，即种就是咱咧讲的叫做西妥克宁吼，西妥克宁。那么细胞分类数这一类，那么细胞分类数这一类是让细胞的这个数量它纯粹就是让细胞的这个数量变多。所以即种呢，同常的叫做细胞分类数那细胞分类数来的，当然啊、呃，天然呢，才叫做细胞分类数叫西妥菌宁 那么这一类这类物件很复杂吼、哦，所以呢，通常啊，咱、呃、伫这个咧应用的时阵哈、哦，那么就比较尤其人工合成的吼、哦，这个很特别哈、哦。这個、人工合成的这个物件呢啊，也比这个要更加更加特别哈、哦。比如讲像。 细胞分裂素，哈啊！细胞分裂素里底啊，天然的是叫做西妥克宁，哈西妥克宁啊。那么这个天然细胞分裂素，但是咱人工合成的，哈什物 DA 啊、d V a DA 杠六、KT 三零，这每一行每一行拢比天然的这个这个啊，有时候比它效果哈不会输它，哈不会输它，哈。但是一为一类这类这类。 啊，即里底吼最麻烦的即个所在，凶麻烦的即个所在是啥物款？就是讲即个物件有可能也有一个过度的即个刺激，所有的即个人工合成的这种生长调节剂拢有这种问题吼，也贵得一个即个啊会去贵得一个即个气激。那么你即个细胞分裂素这个种类里面哈，有类似哈，即有五人郎讲诶，有一类的这个细胞分裂素呢很特别。 很特别哦，这天然的这细胞分裂素最主要是出现伫虾米所在？最主要是出现很多哦，这些物件呢啊是伫这个许内底哦，比如讲像啊咱咧用的时阵，就是海藻哦，藻类这个这个物件哦，这上、個、侪。那么这种物件通常以天然的，所以它比较不稳定哦，所以你若是强酸强碱呢啊去甲用的时阵，伊都会破坏伊的一个这个。 啊，其种自然的这结构，甚至会改变它的这个啊，变这植物比较不容易去消化吸收利用。好、哦，那么上早发现到这个细胞分裂素的时阵是，这个啊，这个迄阵，咱姚哥咧咧玩泥巴的时阵哈、哦，这个美国啊，威斯康省哈，威斯康省大学时阵赢得。 啊，已经发现到即款呢，一个、一个啊，即个物件，即底上面来底，底即个野乳吼，迄个野人迄个所在吼，迄个底发现啊，有即款呢一个效果，所以咱较早咧做即个啊，做备时阵用,、啊、用椰子水、啊，用椰子水，这椰子水来底就有天然的这个细胞分裂素，使头起面去种的即个物件。那么当年威尔化工这个震惊耍料，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东西就。 啊，原来做毒毒药的、做毒气的、做这个啊，什么款的吼，这个全部拢改来做这种农业一个这个范围，所以啊，这百花齐放吼，所以作这物件就被发现。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就是、像这 K T 三零啦吼、哦，那么这个 D A 啊六 B A 吼 D A 杠六吼之类的这些物件，陆陆续续一个作侪啦吼，就讲点即马讲的是开药。 那么这细胞分类出来的后来因为研究个了解的时阵，这個、研究了解是后面的事情啊，包括读车时阵呢，还没有特别去把它分类出来。但是迄阵都讲到一个啊，有一个比较属于这个特别、啊，是这是 r e k i n k i n 的是类啊，在玉米上面他们有发现有一个呢啊，也是天然有天然细胞分类素的個这個作用，但是但是。 伊即个特别吼，大概呢就比较特别呢。那么伊即个物件吼就比较不一样吼，并讲啊，伊对迄个侧芽、即增生的即个效果吼，这个呢啊個個特别即明显吼。所以呢啊，瑞替尼即个物件就叫做即个激动素哈。即迄阵当筹呢，因为哦，迄效果真明显，这个是咱伫即个咪诺宝哈。即咱咧讲玉米素，咪诺宝的是啊这个典型的代表哦，因为。 德国即个，因为因处理即个玉米胚芽即流程和其他的所在不同款吼，他不，因为他不想消耗能源去处理伊即个物件，结果，然后伊诶在废弃物的处理的即即柜顶内底保留了大量的即个天然的即个玉米素啊，所以呢，啊，这个效果呢当然就很好啊。那么咱认为讲，诶即种即个细胞分裂玉米素应该也是细胞分裂素里面的一种。 好、哦，所以呢，啊，因为这最主要的是讲，伊发现的这些过程啊是许、那、哈、個哦。那么后来发现，伊这这个物件呢很特别，伊特别在什么所在？就是讲，它比较容易测牙这些增生，然后啊，伫这个后面在应用的时阵呢，有、哦、发现，哇，这些物件呢，啊，伫这个后来得发现，吼、哦，这个。 啊，特别呢，这个效果呢特别好啊。那么玉米的这个胚乳哈、啊，就是胚芽哈、啊，胚乳的这些所在可以分离出来哈、啊。这嘛是民国了十几年以后这代志，但是尾下呢啊，并如讲像咱进前是不是讲这个细胞分类术才到去年哈，即一九三零年代哈，那个咧晚年八一的时阵，一九四零年哈、啊。 啊，伫即个后内底吼，伫耶如内底发现呢，其实后来证明吼、哦，迄、那个物件是啥物？迄、那个物件嘛是玉米酥吼，即系。這個 所以玉米素有这个啊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当然，只嘛咱啊大量咱的使用吼，会看发现到伊的这个这个好处吼。但是伊就是细胞分裂素的一种。那么这个细细胞分裂素伊有诶对根系的这个生长哦，并不光像咱的藻类来对，即种伊的这个细胞分裂素，特别是天然的，还是讲像这个酵母利用这个酵母菌酵母来对去啊去催出来这个物件。伊这个物件特别对这个根的这個发育而。 诶、欸，效果特别好哦即对根系嘅即生长，然后有诶发现讲，诶、欸，伊伫即个花内底，变讲像咱啊咧雕刻嘅时阵吼、哦，咱寒人是不是即、这个会较容易蛀啊粒吼？所以啊，呃、有即个天然嘅即细胞分裂素嘅即成分啊，较悬嘅时阵你甲用落，也蛀啊粒未当去改善哦这种咱咧用嘅就是即个萨奇多、哦、啊，但是伊到底吼，即、哦这个啊、呃，因为伊。 一开始的是定义的是这个筛头 k i d n e 细胞分类数，但是细胞分类数里底有足济哈，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啊，有特殊功能，伊得会改揪出来哈，揪出来的时阵就叫做呢啊，这个玉米树哈，这個玉米素不啊，因为它真的很特别，伫细胞分类数的这个范围内底啊，大概因为讲伊足特别的，所以伊改这个揪出来哈、啊。 那么今天所知影，这个细胞分类数呢，并讲咱用这个海藻这个物件去做眼霜去冲啥，因为植物的细胞分类数甲动物的这细胞分类数还蛮像的。 哦，基本上，但是像其他不基的无讲啊，吼、這個，即洗头起染之类嘢，即物件，即荷蒙咧，即天然的即物件呢，啊，一提来用伫即个抗老化，哇，这个效果特别好啊，所以，那么伫即个桂林内底呢，啊，就会有发现吼这一类吼，那，那么后面吼后面呢？ 啊，咱咧讲诶吼，当然就是讲伫即个啊、呃、植物内底，咱大概就是 o 恶 n 是一种嘛吼，然后各一个就是即、這个啊、呃、G A 吼、哦，这个一堆吼、哦、啊，咱讲到即个 c y t o k 细胞器，细胞分类数个一堆。那么细胞分类数，尾也佮佮分出来吼，等、就是讲一般诶细胞分类数各一个就是即个玉米树吼，即啊即个机、呃這個、动树即种也好，即它现在又把它分出来。 那么，搁一个的是，这个磷酸酸哦，即种诶一个啊还诶 ABA 这种诶一个，这个磷酸酸，这个比较特别。搁一个就是这个气体诶，这个乙烯。啊，但是现代就即马越来越进步嘛，我发现讲即内底的作者即个啊无同款呢，就等于有一些少量的东西就有很多作用哦，都叫讲到掉即个啊海藻类即个噻托基宁，还是讲玉米诶即个玉米素哦，一些拢无同款诶，即即作用啊呢。 I A 的是 I A 啊，啊有当时啊迪，他们很类似啊，比如讲玉米树加之类，诶、欸，它原来就属于细胞分，但是有者较特别的这些所在，有些比较特别，然后后来又发现有一些。 啊，不太一样哈。比如讲，像这个啊，第十字花科类的，吼，十字花科类的有一挂类似像这种啊，这个固醇类这这物件，哈，这种呢，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叫做云台树内酯，哈、哦，云台树，啊，这個、有诶讲叫做油菜，吼、啊，这個、有诶人伊会翻译作油菜，啊，其实伊诶起码统一大家咧讲，因为迄是云台树上第一来发展，所以即个物件叫做云台式云台树内酯。那么云台式内酯呢，即、這个也是一个这些比较。 参与即个生长调节，还是讲伊啊，对着一寡外界环境的一个抗性嘅即即抵抗，但是这拢是后面后面卡发现吼、喔，比如讲芸苔素呢，啊有个人发现讲伊啊，对于即个生长上吼、啊，就是讲恶白用安尼啦，吼，反正啊，伊若是即个成长无拄好，你毋知影伊安怎，啊，就感觉讲伊拢袂袂好势，啊，你就甲用落吼，啊，搞感觉好像不错，但是啊，一般来讲，伊伫即个啊。 比较属于较寒冷的这类，好，比如讲较低温的时阵，哦，芸苔素呢，其实效果很好啊。那么咱真侪这类、個、啊，好朋友，你可能无去注意到，咱其实真侪这类，咱呢啊，咱介绍这個产品内底，吼，比如讲很多都是有甜菜，啊，我讲甜菜，甜菜啊，唔是这个十字花科，但是。 毋是讲，干那十字花科有即个云台树那子，迄是一个名尔啦吼。其实裡个甜菜内底，伊就作成即个芸苔素那子嘞。哦，所以为什么咱摕即个啊，甲伊做一个即种调和吼？第一的是讲伊做糖蜜吼、啊，做做发酵的一个这个来源。但是即内底搁较重要，就是伊有一寡即个天然的这个芸苔素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甲看，咱呢玉米素，咱呢一个这个吊青吼，甚至即马啊真侪好朋友咧用的一个这个。 啊，这种斜立网哈，即都伊这物件哈，这物件伊拢有一个啊，拢种甜菜的一个这个根基，因为即里底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云苔素哈、啊。那么人哈、啊，人最厉害，他要去合成的，人工合成的叫云苔素，但是人工合成的这云苔素呢，啊，伊个例假哈，那你讲例假的是讲伊作用的这能力，通常一克啊，比如讲啊，你这个一克的这个这个天然的云苔素呢。 大概是一百万的这个利价哦，也让出一百万的那，你人工合成的呢，大概只有三万五万，哎，对吧？三万五万，你讲哇那差价侪，对啊，你玉米素你人工合成的较天然的那那差别更大，啊这差别就是，但是你你讲伊差别大，你嫁不到他人多嘛，比如讲像咱啊，伫、呃、这个玉米素吼，咱天然玉米素，咱伫这个。 啊，米诺宝内底，它的含量天然的这些物件，咱已经搁甲浓缩再浓缩啊。德国已经三十几吨内，因呢一个即、這个，或、就、者是讲免咯，互伊浓缩啊，即、這个甲伊的即个浓度再提升再提升。好，并讲像咱用的即、這个啊沙奇多即、這个赛多曲呢，伊都是甲即、這个啊即、這个内底去甲提升再提升，提升伊的迄浓度。啊，提升的浓度要创啥？都、就是因为個天然物件足少的嘛。 啊，你迹诶，你根本你用都无啥物效果啊，看不出来，所以你必须要化学浓度提高，所以它的难就难在这里。那你人工合成诶，会当做足侪啊。虽然伊迄、那个，咱拄则讲诶，一百万比三嘛，吼、哦，大概是三差三十万倍，吼，所即个数字毋是阿不过凊彩讲讲诶，吼，这是一个研究咧，对，真的就差这么多。但是伊会当做足侪啊，对不對？你只有那个呃，毋是 ppm 去算诶，吼、哦、，ppb 啊、哦，这。 呃，一克，一克溶在一吨，就是 ppm 哈、哦。那么，呃，一毫克溶在一吨，变 ppb 啊、哦。这物、個、件你要知样一桶水内底不到一克的东西哦？这个一克的一千分之一才多少个 ppb？天然的你敢有迄点嘛？但是我那用卡济，我一桶内底我可以我差三十万倍不要紧，我可以加一百万的这个用量，我是不是含伊的，敢况有这效果？好、哦，这起、個、码大家咧用这个。 啊，人工合成的这个芸苔素，吼、哦，这个原因是的，这个所在，吼、哦，所以，那么这些东西大概拢是对着伊的,的这个生生长有作大这作用。那么，够有另外一类，吼、哦，就是啊，这个多胺加生态类这个物件，吼、哦，这即、個、嘛是一个啊，还在还在搁几个生啊，大家还在研究的一个这个方向，吼、哦，所以为什么咱的 N 九，吼、哦，这個。 啊，德国呢，这个非常看好他吼、哦，一开始就给咱推荐 N 九吼、哦，都是因因为因可能无遐热，所以用这个玉米素呢，这个效果呢，卡无通遐尼好哈、哦。那么这款吼、哦，啊，那么这个物件有啥咪呢？因为啊，这个是 t i n 天然吼、哦，是天 n 这个物件是一个叫做啊、呃、类似吼、哦，就是讲个多肽，就是咱 N 九来的啊，我又又突破口了哈，哦、这些后盖这物件又跑出来。 即比赛个讲咧，即个物件是安尼，就讲它有一个特殊，伊是一个对茄科吼切科，在滴研究内底，伊是茄科的这個作物内底，哎，伊伊受伤受伤了，也产生一个即个伤口伤口的时阵，它就会分泌一种很特别这种这种肽。 这就是咱 N 九来对含有的这种的一个功能了吼，所以啊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在光合作用效率的直接提升吼这些物件，所以起码呢有人啊去做一个这种吼是这一类一个多肽哈，那么这个大概哈、啊、一个小知影就到。 N 九吼，Angel, 你会知影讲，哎、欸，有当时啊，做文也是材了无好势吼。咱、喔、真在比如讲，看伊成成 N 九甲喷喷的，那么这个效果呢会非常好。而、啊、且、這個、原因就是伫即家家就是讲，伊是一个啊，一、呃這个诶、欸，简单来讲吼、喔，要合成做这物件诶时阵，需要伊来做半成品吼、喔。啊啊，原底做文呢是爱家己一项一项来吼，比如讲啊，伊爱即个。 诶，为、欸、一站一站吼，并讲你高雄要去台北，啊，你爱先过经过即个台南吼，经过即个嘉义、台中啊较到台北一爱一站一站吼，所有诶物件啊，较达到迄个目的吼，即爱一站一站，啊，一站一站爱捡捡捡捡迄个货吼，啊，一直捡就白捡就，啊，捡啊差不多啊，到台北拄啊好吼。 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个规定。但是咱可以，比如讲像 N 九这种物件，像咱咧用这个啊吊车这种，因为是一个这个啊天然嘅这种多肽。 那植物能够吸收利用，伊就等于就是讲，人已经甲包一箱包好啊，即内底就是有所有诶即个产品，无无讲所有然后大多数拢甲你装好啊，啊你你你去啊，即着直接着甲你送到台北去啊，即直升机飞着飞到桃园，所以你为桃园直接可以送到台北，因为所有物件拢甲你扣好啊，你免为各用一路一路一直扣起咧，即道理是安尼，所以伊的反应会比较紧。 哦，所以这男好朋友呢，啊，会讲啊，是安怎咧用啊，都奇怪啊，都平平安尼咧用，啊，干吗、啊、这些？吼、啊啊哦，这当然很多了，吼、哦，你也知影。那第几只家要甲咱听众朋友稍提醒一下，吼、哦，所有只个一个，这个啊，这种像这个恶讯啊，吼、哦，职业山啊，西头欺凌啊，吼、哦，这类嘢这物件，那么这类嘢这物件大多数，伊所。 啊，说三星伫作物咧一内底，说三星拢是伫啥物呢？生长足旺盛的即个所在，比如讲根，啊、喔，如讲 I A A 吼，I A A，I A A，哎，刚刚比如都才讲着吼，吲哚乙酸天然的哈，即、喔、个含 N A A 含 I B S 款，伊迄种伫即个根的即个所在生长，所以即含金诶即个存等有足大关系，但是伊伫即个金诶即个所在生长，所以金有重要，金足重要的。 哦，所以为什么即个仔来顾好使？这环境的即个所在，这天然诶也是较好。哦，咱有当时也是因为天气无拄好，咱需要用这物件去甲伊帮助，所以这物件你毋通黑白去甲它管。所以真侪人即个感觉要堵水，然后就要给开金啊去给管管，你无可能去管 I A 啦，因为 I A 你根本用不起啦。哦，咱根本用不起哦，这物件太贵了哈、哦，这。 咧卖时阵吼，毋是讲我去买一克，无啦，无人咧买一克诶，吼，这买三十毫克，吼，即个五百毫克，哈，五百毫克的算即个好野人啊，吼，即好加人靠咧买五百毫克诶，不一般东西，大概是三十毫克，就那么一点点，用一支迄个玻璃罐安尼滴，一点点啊，就那么一点点，吼，这这物件。 啊，这个挺贵的啊，所以咱用诶拢用 NAA 嘛，哈 NAA 好，那乙酸钠啊，那个很便宜，人工合成诶，啊，但是你个管累了，哈，过度刺激，所以结果伊迄个根家己的，因为伊直接无法度生长，哈，所以接受到的讯息，伊家己都不会产生 IAA，所以有可能过度诶这刺激诶，等、欸、到呢对伊三生一种诶一个这个伤害、啊，所以。 即个物件咧用的时阵，就啊适量，尤其你也是人工合成的这些物件。那么为什么不一去强调这个人工合成，天然？天然的这些物件，植物体内它是很容易被破坏跟代谢，一一杀出来，追掉、哦。这种就是叫做一个回馈控制啊、呃，一个自然的，一个,這個、哦、的這个但是呢。 啊，你 I B A 这种物件，你 N A A 这种物件呐，伤过头侪，伊是无法多解拍掉的啊。啊，你知影要开金的时阵，毋是讲 I A A 伊爱个再度起呢？去搭配有一个比例的时阵，较有法度开金。所以你刚刚解刺激啊，这 N A A 伤侪结果呢？啊，即、这个。 诶、欸，天然细胞分裂數冇够啊！伫即种比例冇正常嘅即个情形之下，啊！伊嘅恶性加即係細個天然即个比例唔对唔对嘅时準，伊就照讲应该是咱啊伫土壤內底，裡就是讲金要互伊存糖，会当生金毛，即是咱嘅目的，对吧？但是你用了即个唔对。 哦，即一直噶用 NAA 安那乙酸钠用上济时阵，伊就产生不定根。哦，伊个不定所谓不定根就是讲，唔是生伫固定嘅即个所在，只要讲根是生伫下骹，但是伊变到顶冠卖发根啊。有人讲哦，涂骹面发遮济，土卡一定发佫较济。错，啊，即个物件就是土卡发不出来，所以讲发出来就顶冠。啊，伊所谓能量拢伫顶冠发出，来，你伫涂骹底是不是就失去作用？哦，所以即有几种嘢之个之个。这个 啊，这个咩夹、哦，所以你另外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原理呢。 你一定要甲想，我清楚了所以，这你若是有兴趣那么你可以去买一本哦，一本册当做你的枕头那么还蛮好的就是啊，植物生长与分化哈，这大概是安尼，你去买来看。那么大概这内植物咧生长、生长的时阵，这物件是什么作用啊？啊啊、你当买来看买一下安尼那有个人讲。 啊不啊，我嘛毋免像你知影较济，你知影较济，你嘛无比我比较贤精啊。嘿，即句话讲了就有道理诶，对无？你知影比我比较济，你嘛无无一定比我比较贤精，是毋是安尼？对啊，我只是甲即个过程讲互你清楚，这是我、这是我专业，我诶职业吼，我需要甲即物件讲互你了解。 那么你的重点就是讲啊，你大概知影这个方向，啊，然后呢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哦，这物件适当来用啊，莫用伤济，啊，尽量啊、哦。为什么这几年在这个澳洲一直在推这个啊生物刺激剂啊，生物刺激剂、哦，生物刺激剂啊，BS，BS 啊，这生物刺激剂、哦哦這個。为什么能够称为生物刺激剂，都必须是天然的东西，哦，有一非常严格一个这個定义啦，哦 啊，在台湾好像这个风气还没有上来，咱有人话营养剂、营养剂，这其实也唔是没有那么简单。其实你个算起，来，咱去管 N 九内底，你若讲九趴的蛋有多少的营养，那是纯纯粹要来捧金清尿有偌济，这个营养。 但是伊毋是它，伊毋是即、這个，伊毋是敢若营养尔，伊是因为伊个迄个结构足特殊诶，因为伊诶一个浓度足稳定诶，啊，因为伊是一个植物最容易吸收天然诶即个物件，所以伊是一个生物刺激剂，它是生物刺激剂。哦、喔，这毋是一般诶一个营养剂，哦、喔，所以有诶人伫摕起来讲啊，恁这氮、個、较够帕尔，人人迄个吼，吼、喔，迄敢若氨基酸着六十五帕。 那我都，我都不会讲啊，对不對？这氨基酸六十五帕，你抓一尾鱼下来，佮白果打氨基酸，咁啦六十五帕，是不是？啊，但是这不同款吼，所以啊，咱后边你啊，噶，即个观念你慢慢家底下去建立起来，吼、哦，就讲呃，但是即个生物刺激剂即、這个概念也是这几年然后去十几上来呢。 啊，慢慢慢慢，大家发现到吼，即、哦、滴天然的即个物件啊，这一类吼，比如讲像咱电台常常咧讲到的即个松树提取物，吼、哦，即、這個、紫花松树提取物，最主要是一个多酚类即个物件，这个就是跟水杨酸那一类构成话，即个很类似的即个物件啊。那东西、哦、是植物的一个即讯息，即、哦、伊、這個、要修复下面的即信息，这种、個、叫做多酚类啊、哦，粉用啊，即、哦這個、类也即物件，有一类啊多。 一定要叫诶叫做富硝酚啦，好、哦，这个富硝酚啦，那老一辈的知影这物件，这个号称这个生长调节剂之王，叫做阿多尼库，阿多尼库，好、哦，这几句，好、哦，所以做侪人拢讲阿多尼，但是、嗯、这阿多尼库原地日本的一个制定，甲起码中国大陆咧生产，咱市面上咧卖这阿多尼库，那个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制成，所以日本这个物件咧用呢，没有什么副作用，无上面副作用。 其他即个物件咧用诶时阵，加用寡，干嘛要用超过三遍吼？减半两过回，加用三遍啊。比如讲超过三遍，减半两过回。所以做者咱伫即个水貂较早咱用做者阿多尼古，即马水貂对你你即阿多尼古即马变俗啊！吼，你敢敢、这个哦、去提来用一摆两摆会使？你唔敢你唔敢加转，因为你发现讲钓了无如何转了较重，迄水貂吼产量是。 降降价，原底是提高伊的即产量。哦，伊水流转来多水，哦，伊加偌重嘞？即产量加诚侪，即加较有快，真正诶。啊，但是即卖你敢敢用毋敢？啊差，差别伫对，差别只咧是即个制成诶，即个伊诶，制定就是一个啊六七担、六七十担钱诶一个即个制定。哦，即一个老的制成，迄阵呢伊毋是利用即种强酸强碱去做，它一个比较。 啊，即、這个常温啊发酵哈、哦，这款呢，一个即、這个缓慢的即个制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即个化工的即个进步啊，做出来差不多哦，真的差不多。但是伊内底有一寡成分是无同款，就是讲伊迄个植物能够代谢跟不能代谢，即个差别较大。所以为什么佮一直去强调生物刺激剂一定爱天然的即个物质？即、這个原因是因为。 这类物件用的这部来得，这部靠法都去代谢，而且这类物件通常的啊要避开吼、哦，避避开上面呢，避开这个啊强、呃、酸强碱的这个啊这个使用，甚至高热这、哦、种热的这个利用、哦、所以。 啊，这是安尼一个得利了吼，所以就是，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啦，吼，这啊，不过想讲嘛是借这个机会吼，好朋友呢对这个生物试剂有一个较细、致的這了解哈。啊 啊，即、這个那么暂时呢，会当互你知影吼，大概是安尼一个吼。啊，那至于在应用上吼，即个应用内底呢，啊，你问咱吼，这啊，并讲你想要解决什物款的这问题，对不？那么我们就会给你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然、啊、后这個、方案会当互你啊，你也要用啊，大概是用什物物件来处理？啊，咱今朝并讲啊，用這个干会使会使，但是咱互你也是一个，就是讲啊，并讲。 即个低温，吼，起码即站较较寒啊，即果啊较袂多。那么用啥物？吼，可能呢啊，不外建议你用吊车吼，阴、哦、天也叫以用 N 蕉。我讲啊，我用玉米树干会晒会晒，但是伫低温的时阵，玉米树可能比吊车效果较无遐明显。明？啊，为什么你会知道？因为咱不断的即个即个试验，吼、哦，咱好朋友同咱配合，吼、哦，咱有甲经验出来即结果。 好，这原因是安尼吼。那么村内阿伯回答袂，这咱会当老内面啊在吼、哦。那么在佮咱听众朋友吼，佮、哦、做一节较清楚的节节说明啊、哦。嗯，好，来，咱今日时间上的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一样提醒大家，明仔呢工作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嗯 新浪广播电台 FM 九九点五，现在是广告的时间哦。